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学这首曲子是再见 Adieu。 你觉得这像英文吗？嗯，不太一样。不太像。嗯，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文？你问我，我谁？问我你觉得它像什么文？老师，它是什么文？它是法文。好，那波格米勒呢，他是一个作曲家，那他十几岁他们全家就移民到法国去了。所以这首曲子其实不太能叫做再见，它叫做永别，永别会比较恰当。那你觉得什么情况下会跟人家就是永别了的感觉，比较难过，对不对？永别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情况？出国工作、求学，出国玩，所以都是比较离开国家、离很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觉得他会比较开心还是难过？难过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会难过的话，通常比较是偏向这样小调哈。好，前面有个前奏，你听听看。进行到 A 段，这才是 A 段，这比较像你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真正的主角要开始了。